所以我要留低。我希望有機會，無論改變點，你嘅分析都好啱。而家只有委屈抒情啦。喺你重播，你留喺北京，唔單止係為咗姚姐我，佢人一齊掛。佢唔夠老師，佢啲小道嘅消息都落唔清楚。跟住有個同埋洪振都口同講，咁你又唔好怪佢哋，佢哋都係好心關心鳳珠姑娘啫。老師千祈唔好誤會，從開始所以都係北京，純粹為咗學事，同鳳珠姑娘冇半點嘅關係。